好，那个，好，对，好，老师很烫哎。哦，我知道，他这个是品质不好的。不动，不动，不动，不动。嘿，因为这是我知道他刚才发生过这个情况，我在嘿，因为他这个转的时候，等一下转的时候，我们可能要手扳着这边才能转，不然他会移动，下面会脱牙。嘿，那个就是便宜货。好，那我重新解说一次哈，就是说。因为前一次这是品质点，前一次认知上会用热水在里面填住，所以前面那段其实是以热开水为主。那假设要卖给别人的时候呢，前面那段热开水要把它排掉，它的红茶浓度才会比较高。对，好，那等一下小心，等一下你装红茶的时候，可能要一只手装这边，好，一只手压这边。对，然后有可能变成就是不能一只手抓了它那个。盖或者不要全压，哎，看一下刻度在哪里啊？加到300吧。好，就大概一半300。好，哎，小丽，哎，小那个壳的时候不能让壳用动，哎，这是便宜货，我先。你看这个品质点，你不讲完全不知道，就是除非我缴过学费、受过教训才会知道。老师可能很难知道，好，客人不来买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对啊，对啊。